清楚了，你无必要这样做。叶水城的重建是必然，是不得已的赌注。阻止袁夏红，仍是首要、最大的胜算，是我的牺牲。甲地区重建同时进行，你已敲出来人手，要中苗所有精英，我手也受真大的可能，利用阻止袁夏红。但是你讲的迄个人，也毫不犹豫，用尽心机欺骗我牺牲。来取得最大的胜利，是吉利一定的中计。乔斯莱不免欺骗我，我就甘愿为死。只不只是乔斯莱，要相信清白、梁诺、飞燕、王秋顺。今日这极高的剑无剑，甚至有你。我愿意为恁死，这是什么情感？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亲爱的，我讲是爱吧，哈！原来哈，这么强，哈！别恐，别恐，不惊了，哈！仙火。对，只要我抱着蜜宫进入不灭火，就会当完成了。你是替身，蜜宫已经渡劫完成，只要你自愿，蜜宫就能吸收你的精华。将一口救命，风华绝代，高兴和段信风，多谢伊。啊！信风啊！信风！